喂喂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0年8月6号啊，哇，真系呢个香港特区政府啊，唔系佢做噶，好似系呢个人民代表大会。Anyway， 咁人大咧成立咗个新法案之后咧，哇，佢真系教晓咗呢个美国啊，最近美国咧话多啲嚟密啲手喳喳林咁样咧。做咗好多叫做乜嘢啊？堵塞漏洞嘅一啲新法案、哦，佢都唔系新法案嘅，求其删咗个掣咁就少一间，删咗个掣咁就少一间，即系最近嗰间 TikTok 咧，咁啊变咗 TikTok 啦。嗱，美国咧不嬲都系非常尊重呢个自由商议协议嘅一个国家嚟嘅，即系好多嘢咧佢都系按本子办事。好多时游戏规则嚟讲呢，定轨咗喺度嘅时候啊，非必要就唔会转变㗎啦。嗱，留意喎，非必要啊。咁而特朗普你话系咪挟带私怨啊？咁样去将呢个 TikTok 关咗呢？嗱，咁 TikTok 同佢有私怨啫，咁但系微信同佢冇私怨啊嘛。但系似乎啊，都会逐一落镬喎。咁你话系咪方丈份人好小气呢？就算系小气，你明知佢小气㗎啦嘛，系咪？咁所以今幕嚟讲呢，你就唔需要存有任何嘅寄望啦。呢一铺啊，哇，真系 self-fulfilling prophecy 啦。系完全自证预言啊！加下今时今日，阿王毅部长，你唔好再有任何嘅幻想啦，只能够咁同你讲啊，美国亡我之心不死，所以到最后咧，你只能够点样做啊？向洋人开战，打！嗱，你只有呢条道路嘅啫，这呢，打是个死，不打也是个死，与其给人杀死，不如给人打死。至少死得光彩。嗱，咁样样先至系噶咩？即系今铺嚟讲咧，你要明白、哦，美国嘅民意系已经去到70%，咁我觉得美国人嘅智商咧，都仍然系非常之低嘅。哇，你咁样都唔10%，净系得70%，好心理啦。咁但系又唔知会唔会同民主党嗰边嗰个支持度挂钩、哦？因为咧，民主党嗰边啊，只有30%嘅人啊。是认为整个这样的全球大爆发呢，最大责任者就不可以追究其中的一个国家各样那些。哇，咁时今日即係嗰啲，我咪话咯，你冚家加埋姨妈姑姐亲戚兄弟姊妹叔伯，全部都有机会其中一个人舐嘢嘅时候啊，都仲可以咁大慈大悲观世音㗎喎。呢啲唔系唐三藏系乜嘢啊？即係人哋都话要食唐僧肉㗎啦。啊，你又同人讲随便食。所以民主党果然是民主党啊，即是都有个主字啊嘛，就唔知系咪鍾意煲嗰啲肉汤啊各样嗰啲嘢。喂，你煲人就话啫，你煲自己，哎，不过 anyway 呢，佢哋嗰种爱系10000年㗎嘛，我哋理解唔到㗎啦。即系例如 D100 黎明嗰啲啊，你听唔明佢讲乜普通话嘅时候呢，啊，佢就话你咩啊，欺负别人啊，戴有色眼镜啊。咁我唔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啦，即系我相信呢，就唔系佢个心肠嘅问题嚟嘅，纯粹呢应该系智商嘅问题嚟嘅啫。咁我哋睇到嘅呢就系最近呢，似乎行政命令呢就会一个接一个咁样嚟㗎喇。嗱，呢度我哋睇下一啲传闻啊，嗱，记住系传闻嚟嘅啫。但是非常之有可能的。呢度啊，中美首阶段嘅贸易协议呢生效半年咯噃。其实嗰啲叫生效啊，完成度好似 20% 都唔够啊。Anyway, 咁8月15号嘅时候呢，最高级别会谈其实都唔算最高级别啦，佢只係去到莱特希泽咋嘛。而华尔街日报，我唔知点解佢咁清楚啊啲消息啊，又系匿名者啊。咁佢就话双方呢除咗讨论贸易协议之外呢，刘可啊计划，哇，你真係夠胆死啊，琴日嗰套片先讲完，佢真係夠胆嚟㗎喎。啊，咁我哋睇下刘可会点喎。刘可系会计划提出啊关于呢个美国打击中国科技业嘅呢个问题咁话，期望美方唔好经常作出中方感到意外嘅行动呢。嗱，如果唔系经常嘅话呢，即英文嚟讲就叫 usually 啊 ,often 咁样㗎嘛。咁你可以选择啲咩字 plug 入去呢，不如选个 always 呢个字咯。咁其实人哋只不过系清数，即系学李家超话头啦，清数呢个网络生态入面嘅坏苹果。咁所以其实系李家超俾巧佢喎。佢唔出现喺现场就冇事，佢唔走去美国做生意就冇事。咁所以其实呢，因为白宫一直咁样质疑紧、怀疑紧，其实咧呢啲咁样嘅 TikTok 啊、微信啊各样咧，系一啲情报软件嚟嘅。咁如果你系针对一啲科技企业嘅话咧，啊呢、這个就商业行为啦。咁所以你针对佢就冇 point 嘅。但如果系情报软件嚟讲嘅话咧，你针对佢咁就有 point 咯。咁有啲乜嘢啊？意味住呢啲可能系一啲情报软件咧？
唯一讲法就系、之前咧就俾人揾到咯，嗰、那个 Zoom 啊嘛，嗰、那个原征啊嘛，你发觉咧，原来 Zoom 呢只软件咧系有 backdoor 嘅、哦，我都唔好讲华为啦，因为美国嗰啲衰人啊唔肯用华为嘅，就算系之前啊 Antifa 搞到咁大单嘢，班友冲完入去人哋间店铺度啊，攞晒嗰啲 Apple 啊、Samsung 啊、Lenovo 都要啊，就系、是、唔要华为，你话几咁过分呢？咁 anyway， TikTok 已经俾人下咗死命令㗎啦，就係话呢要喺限时就同微软之间作出呢个交易，咁当然係间平间贱啦，点解你卖唔出就打踩嘅时候啊，你话标机会俾咩价你，就算啊佢想做落线堂啊都唔可以咁扬㗎嘛。即係我唔係话唔俾佢做慈善，标机好鍾意做慈善㗎嘛，例如研究嗰啲咩疫苗啊嗰啲呢，係咪。咁庄子曾经有个古仔嘅，佢就话呢，如果你系做嗰啲义庄嘅话呢，你想啲木头啊，即系嗰啲一个个木箱啊，你想嗰啲木箱呢卖得行一啲，於是乎你就会寄盼住啊，好多人呢就快啲瞓落个木箱入面。咁系咪因为嗰啲人特别黑心呢？就唔系喎，因为佢哋嘅利益所在㗎嘛。咁庄子系咁样讲嘅，即系佢好客观咁样分析呢件事情。即系冇人一生出嚟就想人哋瞓入个木箱㗎嘛。但系个问题就系人哋做呢盘生意梗系想人哋瞓入木箱㗎啦嘛。咁标基成日呢俾啲分顶 WHO 啊嗰啲去做疫苗各样。你话呢条友立坏咩心肠呢？系咪咁讲啊？重要啊，明明 HCQ 呢隻藥啊咁有效嘅时候，即係我几个月前已经讲啦，你咁低成本又有少少效用就应该大力推广㗎嘛。点知嗰个福奇教授呢竟然喺度左头左势，呢啲人系要好似斯诺登咁样去处理嘅。即係俾张凳佢坐，然之后呢上面就有个倒转嘅漏斗湿下嚿海绵啊，即係湿下水，然之后呢摆落去，跟住又通电咁样帮佢早啲返去搵唐僧㗎嘛。但係唔好讲佢住啦。而路透社咧引述知情人士又透露喎，佢就话你倾乜鬼贸易协议啊？呢啲都唔系贸易协议嚟噶啦，你摆到明啊！嗱，路透社系咁讲嘅，佢话中方系希望趁机啊就讨论贸易协议以外嘅其他问题。然后咧，路透社呢个形容咧就唔准确，佢话形容系乜嘢啊？形容今次系一个正常嘅年终评估。今次当然唔系一个正常嘅年终评估啦，摆到明系有其他嘢倾啦，嘥气。你可以话呢规格上啊，即系之前杨洁篪去会面蓬佩奥嘅时候呢，都叫做有张台可以坐低倾下偈喎。今次呢 video conferencing 啫喎，下次会唔会打个电话咁就算㗎，再下次可能叫你寄信㗎啫喎，再下次可能话呢你自己发个新闻稿嚟，我听日会睇㗎啦。再下次呢就可能甚至乎已读不回添㗎喇喎。咁同埋啊，好烦咯！即系呢个崔天海出席其中一个论坛喺度话乜嘢啊？佢话呢个 Cold War 咧唔符合各方嘅利益咁话，未必噶，可能符合各方利益咧。嗱呢点我有质疑。Anyway， 咁崔天海继续喺度讲咯，佢话反问啊，中美而家面对咁多挑战，点解啊唔可以好好合作，要令历史重演呢？哦，因为好多嘅挑战呢就是因为呢个社会主义嘅道路而构成㗎嘛。咁呢啲系完全 mutually exclusive 嘅嘢嚟㗎嘛。即系正如蓬佩奥咪答咗你囉，你又问嘅。If we don't change them, they will change us. 人哋系已经出咗核文㗎啦。咁所以呢美帝亡我之心不死，冇得讲㗎啦，金铺呢一定打镬佢先得嘅。所以呢你係应该听日就宣战㗎啦。就唔使讲咁多嘢。向洋洋相战，冇其他嘢讲㗎啦。即之前你订煲嘅时候人哋咪答咗你㗎囉。你要人哋俾答案，人哋即刻俾答案你啦。你家下又喺度重弹旧调做乜呢？何必让历史重演呢？係咪咁讲？你而家喺度重复返自己以前讲嗰啲嘢，咁咪即係历史重演囉。何必让历史重演呢？你应该好似胡锡进咁讲嘢先係㗎嘛。嗱，我撑胡锡进啊，家下。即阿芝麻糊呢，佢咩都唔叻。最叻嘅呢就是讲出所有中国人的心声，14亿人的心声，就是呢铺哇忍唔到㗎啦，八年国耻点可以忍啊，肯定同佢屎过啦，加妈妈。你崔天海呢啲啊绝对系要接受惩罚嘅，岂有此理啊，竟然做以和派，竟然做秦桧。Anyway， 我都系嗰句啦，2000亿美金嘅 target， 喂大佬啊，你起码完成咗1000亿你先同我讲嘢啦，而家你完成咗几多亿你答我。然后你未完成嘅时候你喺度讲其他嘢，你话人哋会唔会睬你？嗱，咁我即管睇下美国人嘅智商可以去到边啊。咁崔天海呢啲当然
就是蚕神啦，当然就是罪无可恕啦。哇，竟然在圣上的侧根啊经常在度吹和风喎、啊。佢咪即係挑战圣上嘅英明，圣上係要坚决坚实咁样行社会主义嘅道路，行人类命运共同体，行中国要走的路。崔天凯你睇唔到中美两国之间嘅嗰个矛盾，仲喺度说三道四，容许我国嘅内政俾人粗暴干涉，亏你可以做驻美大使。我觉得啊，你係应该派胡锡进去做驻美大使咯。崔天凯呢个唔合格。Anyway， 对于美国人的智力呢，我暂时来讲都是抱有怀疑的态度的。你不知道的嘛，有些人即是明明是买了这个瑞士雪山费的了。哇，这个不是瑞士雪山费好清啊。结果呢竟然都还是落也融融的，好开心的。那可能有些人有铺瘾的嘛，你不知道的嘛，是不是已经可以话是被人找了笨几十年的啦。要被人找笨到拜登上埋场的时候啊，继续被人掏空晒成个国家的。那你不要叫 America 啦，叫 Bunmerica 咪算咯，啱啱咁讲啊。好啦，今日讲到呢度。我本不想要洋人的命，此前还一直委驳众臣的意思，等待他们的改悔。可我等来了什么呀？微臣无能，半死不能辞其咎。奴才无能，万死不能辞其咎。你能死有什么用？我要洋人死。向洋鬼子宣战，打！向洋鬼子宣战，打！甲午年间，面对日本一个罪儿小国，我大清败了。如今面对的是西洋十一个国家，开战。刚毅，你疯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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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累了。亲爸爸，下去。是。皇上说了，咱们打不过，这就是说呢，打了就是个死，可不打也是个死，让人打死总比让人吓死的好，至少死得光彩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洋人欺我太甚，竟致国之将亡，与其苟且图存，遗修万古，何若大张踏伐，一决雌雄。朕今日庄严宣誓，向英吉利国开战，向法兰西国开战，向美利坚国开战，向德意志国开战，向俄罗斯国开战，向意大利国开战，向奥地利国开战，向日本国开战，钦此。这是伪诏，太后何等圣明，岂会发出如此诏书？向八个国家同时开战，岂会如此的愚蠢？伪诏，这一定是伪诏。我梁广绝不奉诏。秀帅笑什么？伪诏，当然是伪诏。